同学，现在4:29，我等下4:30还有事情要跟院长吃饭，那我们赶快来 meeting 吧。那个你想做什么呢？老师，我想到我想做社情社门员。同学，这样不行了。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？看到说想要做图像辨识方面的。哦，那是应用在哪一个方面呢？我想做 AV 女优辨识系统。同学，这个也不行啊，知道吗？我去想一下有没有其他好的点子。那个大猫，那个我记得你有一个资料库的作业，那你做怎样呢？哦，老师，那个我 C 扣设了罐头，可是那个设定怎么弄不好，连不上去耶。大包你很弱哎、欸，啊还资管的，这样不行啊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们两个，今天这样都不行，要好好加油啊，知道吗？我看时间也快到了，我赶快去赶吃饭了，就先这样，要加油啊！谢谢老师。老师好，今天我来找老师的目的是希望老师能当我们这一组的指导老师。不知道老师你意下如何？我意下很香啊，关好啊。你嘲笑我那么多次的课啊，你听得不累吗？不会啊。啊，其实这个做专案要用心啊，这个对以后工作很有帮助的啊。难道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能是吗？写个几千行啊，这些都是基本的啊。还有做报告的时候啊，排版也是要弄好的，也要只会按 Enter 键啊。其实你们之前交的报告都是不及格的啦，这些都是需要慢慢的写的啦。还有啊，到这里结束了。凡事要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啊。我讲了那么多，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？有啊。好，其实我还有很多还没讲完啊。你明天找你的组员，带着肯德基来找我讨论啊。好啊。那老师，今天就先这样，很谢谢老师。那老师再见。好。礼拜才做这些啊。老师，如果你刚刚对我们的
欧文金刚不满意的话，那我们这一组还要做一个新的作品啊。然后他的功能比刚刚还要更多，相信你一定会满意的。那这就是我们新的作品《小蝉医药》。好，我现在来展为他开机一下。啊，老师不好意思，我忘了看总电源了。他现在在玩机啊，所以才抖个不停。那我们现在请小蝉医药帮你按摩一下好了。修一修，下个礼拜再过来啊！你们自己考虑看看啊！啊，我先去开会了啊！那个你们自己再好好的考虑看看哈。好，那就先到这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你在爱情跌倒回家，让你撒娇。